把它挖起来。没有用啊。We're gonna first work on this side. OK. 我们如果转个头。Look at that. I'm ready to go that side. So I'm gonna. Oh, you have to help us here too. 好，我们来转头啊。现在车子比较轻了，来转头看看啊。后面抬不起来啊！对啊，那个轮子呢？不是你这里后面已经抬不起来，隐形在这里啊！前面就要转过去，后面起不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把它转过来嘛。We need help from here. Here, see. 他到时候等到两小时他才过来。他说十分钟。来，我这个时候要到这个 driver school 再重新称一下。对啊。你开一个 driver school 在这里这种的。